都过了一个月了，也不知道物资的事情是不是真的。
个人都没有，也没有电。哎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找找配电箱在哪里吧。什么呀，保险丝竟然烧坏了。哦，附近汽车里应该有保险丝，快去找找看吧。
会有警报，我得赶紧把它关了，然后找点物资离开这里。Yeah.